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徐明浩 D8。今天佩戴的都有哪些 Tiffany 的珠宝？Tiffany 全新的作品，然后项链是Monte Keys 系列，然后手上佩戴的是 T 恤系列。这个 T 恤系列呢是梦想成真，对，有这样的寓意。然后Monte Keys 是开启无限可能，对，和我的理念非常契合。你觉得你自己的无限可能会有哪一些？出道之后，对，就尝试了很多我从来没有试过的事情，就比如说，时尚方面，或者是画画呀，然后创作呀，写歌词呀，拍照呀，然后包括舞蹈上进一步的，就是加强，对，还有就是很多的东西都是。当我有了这个名字之后，无限可能就是一点一点的，其实你的珠宝这样的。其实目前的话，虽然还没有，但我之前的话有给妈妈送过，笑脸的那个项链，这个是你成熟一个日本的对。女生，但是还得安静要准备自己的新歌，粉丝很担心你身体的吃不消。其实，不要担心我的身体，因为我做的都是我能做到的。如果我做不到的话，我也肯定不会强迫我自己去做。然后，也希望大家可以支持我们这次三分镜的日专这个 Happy Ending，然后还有我即将发出来的这首个人单曲，对，Dreams Come True。用脖子找不拉墙，很厉害的个人，一般人做不到这一点。我是二班人。最近还有没有解锁新的这个粉？最近吗？最近我有解锁我的个人单曲。个人技的话，还是停留在我之前的手指舞呀，然后什么脖子转呼啦圈啊，然后还有啥？还有什么绕口令？没有什么太多。哎呦，其实这些个人技我也从来没有说特意开发过。前两天我们有看到你穿那个云南的衣服，所以就是有一个称呼叫整个地方最靓的仔。你对这句话有什么感觉？其实我这个还是。我不知道自己有那么亮，这个还是要感谢这个我的那个工作人员，他在后面捕捉了这精彩的一瞬间。对，然后因为其实今年呢，我个人觉得流行的颜色是这个荧光绿嘛，所以就想尝试一下全部的荧光绿会是一个是什么样的效果，然后没想到自己还可以 hold 得住，对，所以穿完了之后，没想到会发光。好，那你知道因为你这件衣服，大家给你起了一个什么新的名字吗？什么名字？大家都叫你是"行走的荧光棒”，行走的萤火虫。哇哦，那只有那天是行走的萤火虫。现在有没有你觉得不太适合自己的颜色？其实我觉得颜色的话，只要搭配的好，都会适合我。不过像服装上面，我对于形状是非常有要求的，因为我。身材很瘦嘛，所以穿衣服的时候有一些衣服会不适合我，然后我会尽量穿一些 oversize 的一些衣服，对。